好嘛，你边间还是尖端嘛？你来我屋嘞，发现了油水，好吃亏。咋子嘛？昨晚上一起打。反正你们家都是磕到的，不然你不折，别个都折了。只有一两个油子，有点小一个，就看了吧。好，红心油吗？还是方心油？白心的。哎，我们屋里啥子多。在后头这一片都是你们家的呀？不是我们家的嘛，你看这儿油子全部掉下来了。哦，都烂了的嘛？你看这些，全部烂了一片。嗯，那是我们的红油。好多树子。嗯。这几根儿咋的？看到没有？这儿超大一个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落了个，哎，技术可以哦。可以哦你。他直接就剥了，都不需要刀子了。啊。好简单事情嘛，好小哦。蘑菇好多。你尝甜不甜？你不要看它小，还挺甜的。嗯，可以哈。我们昨天不是买南瓜吗？我等下想吃南瓜饼，你会不会整？可以搞一下。我们家我从来没有整过南瓜饼，都是我妈以前整过。我只吃过，整的话真好吃的。嗯，那去整，吃上去整吧。好甜，我也觉得，香甜香甜的。嗯，感觉红心油味道差不多了。我吃够了，你等下把收拾上去整南瓜饼吃。好。快点大厨，等你了啊！其实我会做，但是我怕我失败，所以你来做噻。你好吓人哦！把南瓜拿出来，这南瓜很便宜，我跟你们说，两块钱。感觉有点空心的。对，你看哈好不好？看一下，可以的嘛，好安逸哦，这么安逸肯定很甜，而且这儿好便宜哦，这扎肉吃可以。我们那天买成超多钱，两块多，两块三毛五。超级便宜，太便宜了，它就千斤。对，我来打下手，等下我闺蜜来擀面，反正我是打不来的。好了，蒸个。我们蒸完。我们现在在和粉了，等下就可以直接扛了。这是简易版的南瓜饼，插点面包糠。嗯，对。好香。南瓜香的。嗯。哇，厨艺可以了嘛？有点不好看哈。我觉得好有食欲哦！天哪，好安逸。哇，嗯、就是糊到点头的地方，还是好吃哈，总体来说。好多哦。这么多吃好多，我们要吃两袋。你给我慢慢吃嘛，待会先给你慢慢吃。慢点。嗯，超香哦，很简单，其实这样做的，超简单。好香。我有点好吃，天天都要这么多吃的。